有啊。那个明星在去拍那种三个字学生气。如果你觉得你看这张图哈，你觉得它不色情，一点都跟色情无关哈，不色情，就请你站到这里。请问你是基督徒吗？哦，我妈咪，哦，妈，哦，哦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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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神在世上不费施行救赎，除非透过什么？透过祷告。撒旦最大的谎言就是这样，我们没有空祷告，你很忙。比较有交集，我的跟上帝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的跟上帝的都没有交集，我直接去跟朋友交集，其实是我是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多吧，应该是哈。因为让他们体会到他们的信仰，其次哈，才是跟朋友的故事越。老师不想教，朋友不知道的无助现象。他们很激烈的哦，下一个，哦、他说最近会情伤，14岁已经情伤了耶、哦，他就想要交男朋友的感觉，结果呢，他就到豆豆聊天室的网站，然后就交认识一个男生，不懂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刚刚讲过哈、就是当然这比较专业哈、有时候你要遇到这种人的话，你可能要有督导哈、要 check 一下怎么做哈、有些乐器是。需要比较长时间，而有些是比较短时间可以上手，像钢琴就要长时间才能把它上手。我这里面我真的很喜欢那一句，就是能有什么比你更好了解好，一个就是你生命的经历，花就是欧洲人最喜欢的东西。我一个朋友他去德国，他回来就送了两个这个东西给我。表面看呢，如果他是上过釉的，我渴望我是杰出的，摆在呢橱窗被别人待价而沽的。不过有一天我在整理我家里的时候，不小心，哇，这个花瓶摔破了，破了很严重。如果你有这个破碎的花瓶，它可以做什么用呢？应该这样子看得到吧？哈。而且跟同样一个人只能换一次。